马来西亚吉隆坡班丹英达大幼儿园举办茶道圆圆课。什么东西旺然一心？旺然一心就是你的心很舒服。我们用十一堂课的因缘呢，让我们呢来设计这样的一个课程圆圆，做一个总复习，让孩子呢在这一年呢学习到的一个课程当中呢，让他们印象更深刻，也来做一个小小的验收。茶道讲求定与静。学习过程培养孩子生活好习惯，在茶道课学了行如风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卧如松，用功喝茶的时候要温柔，拿杯要拿好好。在吉隆坡静思堂甲东大幼儿园同样也来到了茶道最后一堂课。其实茶它只是一个媒介，那我们最大的一个方向是期待孩子透过茶学习感恩大自然之外，也能够透过茶来学习对万事万物的感恩心，同时把感恩心带回家。现场茶香飘逸，茶道课背后是要品味人文，孩子的举手投足更是散发人文气息。带新闻林静兰、罗国聪、杨文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